姐妹们，毕业前的约定没忘吧？请柬都收到了吗？收到了。佳佳，你老公今年可没少赚吧？我可看到你新换的那辆车了。人家佳佳老公哪年收入不是过亿啊？哎，佳佳，我老公的项目还要靠你老公多提携提携呢。哎，林柱，你怎么不说话呀？林柱，你也是快三打头的人了，莫不是一直单着，所以一直不敢出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还是母胎 solo 吧？你们别这样说林柱，他呀，一门心思放在工作上，没时间交男朋友也无可厚非。工作？就他那家要倒了的公司？各位，我公司运作得非常好，和男朋友也非常恩爱，各位还是多关心关心自己老公吧，不然老公出去关心别人可就不太好了。你那真是太好不过了，周末带出来一起见见。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再想起再有办法。林总，其实这次约你出来呢，我还是希望能够获得贵团队超仿真智能机器人项目的合作权。哎，林总，听说李总手段了得，谢谢林总夸奖，我就不趟这浑水了。林总，您再考虑考虑。林总，装什么装？这个项目迟早是我的。林柱，你在干什么？你这行为和那莎莎有什么区别？人生就是太寂寞。难道是我之前找裴辽时在哪个网站留的信息？万一是骗子怎么办？我去，完美的建模脸，优越的身材比例，还有精湛的厨艺，上至厅堂，下至厨房，无所不能。小柱，小柱，小七是小柱的家人哦。你以后不许再分析我的表情。吃饱了，上班了。小柱。今日是3月24日，天气晴，温度7到17摄氏度，你的当前血压低压69，高压110，心率82，正常。今天也是爱你的一天哦。你说你总是这么贴心，很难让我不多想吗？你要是个人类啊，该有多好。小七，你说
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白雪公主。你要说林柱，你呀、啊、就是太实诚。小七，外面的世界有很多不确定性。小柱无需担心，小七作为陪伴型 AI， 智能不可估量，只要小柱想要实现的，小七都会尽力做到。那好，我们出门迎战。小柱放心，有我在。林柱，这么帅的男朋友不介绍一下吗？这位是……你好，我是林柱的朋友蒋依娜。糟了，小七的手没有温度。你好，小柱经常提到你。帅哥，怎么称呼啊？小柱都叫我小七。嗯，大家也可以这么叫我。小七，名字还挺可爱的。不知道现在在管理哪家公司？他是自由职业者。那岂不是很不稳定？稳不稳定的也不是你操心的事儿吧？大家快尝尝吧，这家餐厅要提前一个月预定呢。我帮你。我帮你吧。哎，我跟你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帮你擦干吧。没事没事，只怪贱人太过矫情，不关你的事。没白带你出来。小柱如果喜欢，小七可以再学。那倒也不必。对不起，不好意思。林总，好久不见。你认识我啊？小姐，请问您是？您是林总的妹妹，小林总。我姓林，不姓林。那林总，他为什么一副不认识我的样子？该不会想说你认错人了吧？可能是吧。谐音梗扣分哦，下次搭讪换个借口。您好，请问是林小姐家吗？有一束鲜花，请签收。谢谢。小柱，今天他没有送礼物来，但是有一封信。看来他已经对我完全着迷了。哇，真做作。李先生，您久等了。这是送给你的。谢谢。刚才进来的时候家里没有人，你一个人在家。想得美。小七在厨房做饭。小七？嗯。哦，就是上次跟你一起的人。对，小七，李先生来了，快来和他打个招呼。
终于又见面了。李先生，你好。啊，你好，你好。李先生，可以帮我倒杯水吗？好的。小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帮你吧。李先生，这是怎？你们在干嘛？啊，我想给小琴帮忙来着。不用，小琴什么都会。小七不跟我们一起吃吗？小七不吃饭。他真的是机器人吗？这人怎么回事啊？怎么不合李先生口味？嗯？啊，没有没有。看来还要再试探一下。叔叔是看在你爸爸的面上才来看的，除非你愿意把他当时留给你的小四合院抵押给我，不然我不会给你东公司投资的。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我爸的房子，可能真没有。他怎么在这儿？不要走！秀熙，照顾好你的测试员。是，爸爸。我怎么回的家？小猪，喝牛奶。小七，我昨晚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吧？小猪，凌晨1:57到家，睡觉前未洗漱沐浴，入睡时间为2:27，入睡期间蹬被子3次，磨牙总时长2分钟。打呼噜总时长30分钟，耍酒疯总时长2小时。喝，接着喝，花花的世界。我看到你了，你出来啊，出来一起玩啊，快出来！你给我出来！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走了，拜拜。停。我知道了，有人要投我们的项目。小丁，你在做梦吧？老板，是真的，李总主动联系我们，说对咱们的项目感兴趣。我马上过去。小七，苍天有眼，
终于有人要偷我的项目了。记得要擦干头发哦，不然会生病的。有钱就不会生病。没想到我一直关注的项目竟然是林小姐的公司做的，看来我们的相遇也是一种缘分。是啊，李总，缘分还不都是人定的。别李总李总的叫了，这也太客气了，直接叫我西伟就好。啊，对了，小七是你男朋友对吗？他是我家人，我父母很早就去世了，现在只有他陪着我。那我就放心了。李先生这么早有事吗？林柱起来了吗？小柱还没有起来。啊，没事，那我等他醒来吧。李先生，请喝茶。小七，小七，你喜欢什么？可以跟我聊聊吗？我喜欢小柱。那我们聊聊林柱吧，这样我可以更多的了解他。李先生是指哪方面？哦，都行。小柱饮食偏清淡，但喜欢甜食。前些年饮食不规律，患上胃病。这半年照科学的搭配帮他调整饮食后，基本再无复发。就算是再先进的机器人，也需要芯片。到底他的接口在什么地方？李先生，请自重。啊，小七，你脖子上粘了个东西，李先生，我帮你弄一下。自重。哎。说吧，你接近我是不是另有所图？林柱，你听我解释。不用解释，我对你很失望，你居然是。不是，你不用解释。林小姐，哎，欺骗人感情的渣男，呸！都是姐姐引狼入室，让你受委屈了。来，抱抱。要不要先给你杀个菌啊？没关系，我有自动消毒系统。可以行动了。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这么顽皮，怎么就长了张嘴呢？老板，怎么不进去啊？小丁，你不用怕为难，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吧。什么事儿啊？比如我们的新项目。新项目进展得很顺利啊。李希蕾居然没有撤资？没有啊，为什么撤资啊？他上次打款之后就一直没有问过项目了。啊，这是什么完美霸总人生？为了追求心爱的人随便拿几千万投资，被骂了也不气馁。啊，可惜爱的不是我。好吧。老板，哎，老板。你好，
开始程序数据输出。小七，小七，怎么了？没事吧？小七，小七，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小七？嗯，天亮了。我们又可以开工了。说，是谁派你来勾引皇上的？疼，秋姐，你又看电视瞎学什么？女人偷走我的基因还想走？说，我的孩子在哪？秋姐，你个机器人，你有什么孩子？你这是在惹我？你怎么穿着品如的衣服？你好骚！你好机智，连太。秋姐，哎。你别装蒜啊，我一个女孩子力气能有多大？秋姐，嘘，给明白。去吧。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我们爱你。人，你这是在惹火。去吧！小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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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来！我不打你。别住！恢复正常了。太好了，我还以为你要报废了。昨晚只是系统升级引起的暂时性混乱，不要放在心上。你可是我唯一的家人，你不能出事。说，我的孩子在哪儿？九七，你个机器人，你有什么孩子？757程序已停止。看来。要暂时替代757，留在这里。小七，疼！
确认的。好热呀、啊！别动，小心烫。你站在这儿，我没办法做饭啊。啊？坐在这儿等。什么情况？妖魅技能升级了？小七，我去上班了。好。我要去上班了。你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今日4月2号，天气晴，温度10度到20度，今天也是爱你的一天。你漏掉了我的心跳和血压。你现在很健康，不用每天测血压和心跳。哼，你这个机器人。升级之后还学会偷懒了，你可是越来越不智能了。竟然说我这个创作者被创造了智能，你不认识我的实验对象，你给我回来找我。马上召开发布会。向外界公布，我们已经研究出100%仿真智能机器人，将会是 AI 领域最新的天花板。可我们拿到的数据并不完整，而且是加密的，破解还需要时间。我怕01那边肯定已经知道我们盗取了他的数据，如果我们不抢先发布的话，他一定有后招等着我们，到时候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我明白了，发布会会按时举行，在那之前我们最好能拿到完整的七武器数据，但是上一次我们强行进入七武器的程序已经引发七武器程序的自毁，我估计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堆废铁。老板，林小姐来了。她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李先生，我呢也不是公司不分的人，既然李总没有因为那天被扫地出门而撤资，说明李总还是非常有眼光的，那我呢也不会因为我个人的厌恶而影响项目的发展。之前那笔投资款就当是赔偿给你的吧。赔偿我？哼，你隐瞒感情取向接近我是挺混蛋，不喜欢你。再说了，小七也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损害，这件事啊就翻篇了。这笔钱，你说小七没事？信仰上应该是受到了不少冲击，不过垃圾记忆清除以后应该就没事了。七武器引发程序自毁都没事，他的智能修复功能已经这么厉害了吗？林珠，其实我跟小七之间发生的一切都是意外，其实我喜欢的是你，你会相信吗？李先生，同样的招数玩两遍可就没意思了。好吧，我承认我接近你是为了小七，那你愿意把小七卖给我吗？价钱随便你开。这样，如果你肯把小七卖给我，我再给你追加5000万的投资。小七，你究竟给李希维下了什么迷魂药？李总，真一个亿。
小琪。哎，小琪，小琪，我知道你不想见他，但是吧，既然李总这么放不下小琪，5000万作为追加投资，我可以同意让你见小琪，但是卖是绝对不可能的。好，还有，只许看，不许摸。好，我必须在场。成交。合作愉快。嗨，小七，我们又见面了。李希伟，有情面人。李先生，要不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来日方长嘛。这周末是否有时间？要不我们一起去郊游吧。郊游？那就这么说定了。不过李先生，咱们可说定了，这可是你这个月最后一次见我们小琪。好。快送送李总。李先生慢走啊。那周末。小琪，你有没有发现你升级以后多了一丝男人的魅力啊？你就这么随随便便把金把我卖了？这怎么能叫卖呢？这都是为了我们以后有酒喝、有肉吃的幸福生活。我不喝酒，也不吃肉。我好不就是你好吗？咱不是一家人吗？你身上怎么有我沐浴露的味道？你偷我沐浴露啊？你闻错了吧？就是我沐浴露的味道。快吃饭了，我去厨房给你盛饭啊。奇怪，这两天小七也太奇怪了。韩国 MBN 电视台日前推出首位人工智能主播，他名叫金柱夏，以该电视台主持人金柱夏为原型打造，可24小时持续工作。11月6号首次亮相，就顺利播报了当日多条主要新闻和快讯。我看电视剧。MBN 电视台表示，使用人工智能主播播报新闻，可在发生灾难。如果你是人类，该有多好！别乱动，好热呀。怎么会呢？你这大半夜的不睡觉，在这偷窥人，你是想对我图谋不轨吗？好笑，我对你有什么好图谋不轨的？倒是你啊，奇不奇？你最近很奇怪吗？
我有什么好奇怪的？系统升级你不适应而已。你看，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你都说会顶嘴了。这说明我的系统有开始独立思考的能力，意识升级。你以前预报的天气从来都不会出错，今天八级大风你都没有告诉我。还有，你之前从不洗澡，也不睡觉，更不看新闻。现在的种种迹象表明，难道他发现了？新系统升级的 bug 太多了，你的系统研发者有点飘啊。你要不然跟他反映反映，让他赶紧修复一下。好的，你的需求我已经开始处理了，我尽快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机会来了，小青，我来帮你吧。不用，不用。没事，我帮你。不用。哎，别跑，我不会吃了你。小七，来帮我拍照。跟紧我，别再让林夕伟占便宜了，知道吧？我不会再让他占便宜的。真乖。这怎么搞？我看我还是去帮帮小七吧。啊，不用，小七什么都会。小七。你还是尽快向系统反馈一下你新升级出现的一系列 bug。小七的系统升级了，这么快？还行吧，过程很坎坷，系统有 bug。新系统打破了机器人与人类最大的壁垒，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现在的有多好，必须加快行动了。是，全世界你最好，可这么好的你。却不能陪我一起品尝这美味的披萨。李先生，这是我在家里泡的陈皮枸杞茶，养气补血的。你看起来有点虚，喝点补补吧。谢谢。好喝吗？挺甜的。姐姐，我也要。你呀，喝这个吧，玫瑰花茶，美容养颜。准备的还挺齐全。好疼！啊，别住！好无聊啊。李希薇还没有醒啊，他都睡了一个下午了。我在给他喝的水里加了一点晕车药，以防他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不老实。干得漂亮，干得漂亮。你怎么还不休息？我再坐一会儿，好久没这样看星星了。
哟，贴心的小七又回来了。你身上怎么那么暖啊？我之前就发现你说话居然能喝出暖暖的哈气。那个模拟人类24小时恒温。那就好，我还以为你的新系统接受不了24小时工作，好怕你自爆。不过就算你的系统有 bug，你生锈了，你还是我的家人，我们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好不好？好。挑什么挑？再挑吃就别吃饭了。看谁家要你这样的孩子，你就去谁家吧。扔都扔不掉，我都要烦死了。下次竞赛再拿不到第一名，你出去就别说是我儿子，丢人！这没用，出去！你干什么？外面站着！我不该把你生出来！别救我！别救救我！因为我。林珠。林珠，林珠，怎么了？我还以为你跑丢了。啊！给我出来！哎，你等一下，我的鞋。干嘛呀？我的鞋！啊，你干嘛？说，你为什么和李希薇睡在一起？七无忌，请注意你的措辞。什么叫睡在一起？我是怕李希薇半夜醒了对你动手动脚，才做帐篷口堵他的。虽然我后面也不小心睡着，以后不许这样。不得了，你连嫉妒心都有了。放心吧，我永远是你这边的。老板今天脸色不错呀。周末和李总约会愉快吗？快跟我说说。先工作，再八卦。是。帮主，林珠你在家吗？伙伴是路过你家附近，一起喝杯茶吧。我在工作，没空。你好，小齐，原来你在家呀！我先挂了啊。我家找我男朋友，我现在杀了你，给我等着。老板你去哪儿啊？回家就黄。要不要给你打119啊？真酷。看我不把你拿下。做梦。刘小姐请喝茶。谢谢小七。你最近忙吗？还好。啊，我听林珠说你是自由职业，应该挺辛苦的吧？可能林珠不喜欢跟外人解释吧。我不是自由职业，我搞科研。你是搞科研的呀？看你身材这么好，我还以为……你干什么？主人允许就私自来做客，还和主人男朋友说说笑笑。你最近可是越来越放肆了，
连珠，你回来的还挺快的嘛。小七自己在家，我当然要快点回来了，不然被母狼叼走可怎么办？你说是吧？林珠，你可太不自信了吧？总藏在家里当收藏品吗？还不是小七非要在家陪我，我都说了我这么大人了，可以照顾自己了，可他就是不放心，还不让我在外面瞎吃，只有吃他亲手做的才放心。他愿意照顾你是好事啊，幸亏你家小七工作不忙，不像我老公一天天的总开会，他要是半天不去公司，那生意亏损的可就不是一星半点了。听起来刘小姐确实可怜，可能每个人在意的东西不一样，我在意的是和小柱在一起的每时每刻，这些是用多少钱都买不到的幸福。小七，可以啊，晚上加鸡腿。不吃鸡腿。小七，我发现你升级以后吵架技能提高了不少嘛。我只是在我的系统里输入了一些凡尔赛文学而已。可以啊，你凡尔赛你都知道啊。林柱，你在乱想什么？我发现你最近越来越像个人类了。那你希望我是个人类吗？求之不得呀。发布会的场地跟时间已经定好了，七五七的程序发布会按计划进行，在那之前我会拿到程序的。나도모르게조금씩알아가고싶은거는아주사소한것까지전부다아득한문별程序修复的怎么样？特别程序已经做好，可随时迁入七五七的体内。先别启动记忆程序。不启用记忆程序的七五七会像患了阿尔兹海默症的人类，不但没有办法继续照顾林小姐，可能还会惹出麻烦。我自有安排。起来了。那你希望我是个人类吗？怎么有种不一样的感觉？笑什么？都别哄。你
猜呢？好吃。啊，等一下。嗯。如果小七是个人类的话 ，Hey, what you doing to me, baby? I'm really feeling sweaty. 老板，什么事？之前合作过的赵总跟张总今天晚上想约您吃饭。这帮老狐狸，之前缺投资的时候他们不来，怎么？现在我们产品上线了。他们又想来分一杯羹，那要硬下来吗？硬，面子还是要给的嘛。来，老总说的好啊，哎，来，干了。林总这次可是要发达了。可不能忘了我们这些老朋友啊！那是自然，以后还要仰仗张总呢。有钱大家一起赚啦！我先干了。哎，张总真是喝这么急。张总真豪爽，我给您满上。你们林总才是真的豪爽啊！林总，咱俩这交情可以吧？赵总发话，张总那是自然。希望我们这次合作啊，能够顺顺利利啊！有钱大家一起赚嘛，这个项目我很看好的。那是自然啊！来，仰仗林总啦！那我干了，没问题。立刻打开窃火器跟林柱的定位追踪，快点！林总这一期可是要发达了，千万不要忘了我们这些老朋友啊！这杯酒我替他喝。林柱家里有事情，不好意思。这什么情况啊？各位，我先走了。各位，小丁，金总买单啊！不是，哎，好，就走了。哎，七哥，疼！你晚上不回家，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哎，七哥，疼！你晚上不回家，怎么不提前跟我说？我以前也没有跟你说啊。你自己一个人。喝这么多酒，醉倒在路边，你以为有这么多好心人把你安然无恙的送回家吗？你怎么一点防备之心都没有？小丁会送我回家的。我，你怎么知道我在哪儿的？安全起见，我的程序有你的手机定位。哦，你生气啦？
李先生，这么晚你就不要给我打电话了。你要见小七？我明天要上班，没。明天见。啊，小七，小七，我明天要上班，太危险了。都担心你自己吧。说你升级之后脾气怎么越来越大了？你该不会是随了你的研发者吧？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哦哟，我看你的研发者也不是什么好人啊。我要不是个好人的话，我早就把你……啊，算。哎，等等我，等等我。原来你做好饭在家等我呀。下次早说嘛，我可以早点回来。谁说我要做给你吃的？是我要做给我自己吃的。开什么玩笑，你又不用吃饭。那我做给猪吃。好，我就是小七心中最美的小猪。秋千，你最近的厨艺越来越好了吗？九七，你点外卖越来越熟练了。你不会做饭没关系，但是我不喜欢别人骗我，以后不要这样。小七又没告诉我今天会下雨。万总怎么还不来？也不知道李希维会对小七做什么。维信科技近年来一直致力于 AI 技术的创新研拓展，近日终于有所突破。发布会上，维信科技股东代表李希维先生公布了仿真机器人的关键技术突破。百分百超仿真智能机器人的技术核心，不仅在于智能机器人的外形、材质和灵活程度，更重要的在于全套的思维逻辑体系。维信科技研发的最新百分百超仿真智能机器人，不仅拥有人类的样貌、皮肤触感、行为方式，还能模拟人的思维逻辑，并与人相处，根据人类下达的指令来完成相应的反应，以此来实现对人类的陪伴与照顾。看完了吗？这个机器人要什么事？第一个入手。那个机器人也跟样子，太厉害了，是要控制人类了吧？要控制要大脑吧？不行不行，太可怕了。说的不就是小七吗？难道……哎，林总，你怎么走了？小七，小七，小七，小七。小七，小七，都是我的错，你别离开我，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小七。李希伟那个王八蛋，没想到他是来盗取你的程序的，他个垃圾，人渣，败类，他个垃圾，人渣，败类，都怪我，鸡蛋砸入眼下。居然还带他来见你。没事的，我又没被他怎么样。可是你的程序都被他盗走了，研发者的心血毁于一旦，你说他会不会把你销毁啊？我不想让你离开我。没事的，只要你没有把我退回去，我就不会被收回。真的吗？你没骗我？快把头发擦干吧，一会儿该着凉生病了。
雪琪，你有没有发现，自从你有了24小时恒温功能以后，我跟你接触都有种奇奇怪怪的感觉。看来本姑娘是时候谈恋爱了。有了我，你还想谈恋爱呀？那你是家人嘛，和男朋友还是很不一样的。你会怪我吗？怎么等这么久？可以了吗？什么时候来啊？大家好，欢迎收看宅人时刻。30分钟前，一则举报匿名发送给了各大媒体，举报中有明确的证据指明，刚于昨日发布最新技术的100%仿真智能机器人的维系科技，涉嫌用不正当方式盗取他人研发的程序数据，并在技术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抢先发布。让我们采访一下事件当事人。大人啊，现在不接受采访。李总，请问您对被举报一事做出解释呢？100%发送智能机器人的技术确实是盗取而来的吗？李总，请您回答一下。李总，旁边那个李总，视频都盗取，他们回去。不要拍了，别拍了。查出来没有？昨天您传回来的完整代码被嵌入了病毒程序，让我们所有的系统都破坏了，并且仿真机器人的相关数据也被删除了。之前盗取757数据的相关记录与视频都被发给了各大媒体。你看起来有点虚，喝点补补吧。该死的，他居然骗我！原来757早就坏了，是01一直在顶替757，用我们下套。这个该死的01，该死的01！我今天是工作实在是脱不开身，不然我才不会让你单独见小七呢。不要以为我不在家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你不遵守我们的约定，你就再也别想见小七了。林小姐请放心。小七，李先生来了，你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小七，你好，请坐。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I'm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Stay by my side. We 已经拿到全部数据，下午的发布会照常举行。可是李总，我们的新程序还没有验证呢。来不及了。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今晚早点回来，我有事情跟你说。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哎，我可看新闻了，你们那个研发者有点东西，成奸除恶，大快人心。我现在就回去。
老板，李总来了，说要见你。李希伟，去算一下我们之前的项目利润总额，加上他之前的投资份额，看看我们要全数还给他还差多少钱。哎，那人还见吗？让他见鬼去吧。我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怎么了？今天你有什么高兴的事吗？你开心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林珠，其实我想告诉你，林珠，那个我，你觉得你现在的行为是一个机器人该有的行为吗，林瑶？李希伟找过你了，林总，你害得我公司破产，名誉扫地，怎么，现在连我的人都避而不见了？我害你，是你利用我盗取757的程序数据，现在居然反咬一口。要不是那个林瑶死活不肯跟我合作，我会去盗取757的程序吗？我现在不但没有得逞，还被你和林瑶耍得团团转。你在说什么呀？林瑶是谁啊？怎么，现在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给我装一无所知的样子呢？你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吗？那麻烦你有病去医院看病吧。原来你也是一颗被人利用的棋子，林瑶就是757的研发者，也是那个现在在你家里乖乖等你的机器人。李希伟告诉我实情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居然不是生气，而是757的程序没有被盗走真是太好。那我呢，林瑶？我算什么？你的实验工具，还是你报复竞争对手的棋子？林珠，别碰我！你走吧，我不怪你，要怪只怪我自己，连机器人和真人我都分不清。我很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从此我们两不相欠，就不要再见面了。我走了，好好照顾自己。不行，你别走，我后悔了。你别走，你别走，别走！小七，我去上班了。小七。慢点，老板。总，咱们说好了，在原来的投资总额上追加份额，咱们以后有酒一起喝。
有肉一起吃。那要多谢林总对我们之前种种既往不咎，愿意带我们哥俩飞。以后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有福同享啊。放心，我会让小丁把合同发给两位，大家一起赚钱。行行，林总不行了，不行了，先吃饭，先走吧，拜拜，朋友再见。再见。老板，你没事吧？没事，喝得太猛了，休息一下就好。就算他们追加投资，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杯水车薪啊。积少成多吧。哎，老板，没事吧？老板，你要说林柱，你的新系统接受不了24小时工作，好怕你自爆。不过，就算你的系统有 bug。你生锈了，你还是我的家人，我们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好不好？林总已将757的特别程序换回原本程序，陪伴测试还要继续做下去吗？不用了。那我们是否需要通知林小姐测试终止？他已经知道了。从原本757的测试数据来看，林小姐和757相处十分愉快，现在突然没了757的照顾，恐怕这段时间会有些不适。在哪里？我马上到。怎么回事？我们公司的项目出了问题，林总为了筹集资金。我知道了。他喝了很多酒，再加上胃病发作，刚才医生已经来看过了。让我怎么放心？醒了吗？你们如此一难友，你昨晚喝多了还犯了胃病，你助理给我打了电话。不关你事，你可以走了。你肚子里东西都吐光了，先喝点粥吧。不吃。林总，你是要杀人灭口吗？对不起。林柱，以后让我照顾你吧。别，说不起。你不是说过你愿意和我一直一直在一起吗？之前隐瞒身份是我不对的，但我现在很明确，这段时间我对你的感情绝对不是单纯的利用，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林总，反人的事做一次就够了吧。反人的事做一次就够了吧。我会和小丁说清楚，让他不要再联系你，你们之间不要再有瓜葛了。
这就是我最后的答复。好好照顾自己。李总，我说过钱我会尽快打给你，但是我们之间好像没有见面的必要了吧？你和凌瑶合伙把我坑得这么惨，我总得有点东山再起的保障吧？有话直说，我知道李总对我这个小项目并不感兴趣。你说，如果我以不撤资为条件来换取超仿真智能机器人的合作权，凌瑶会不会答应？李总居然这么天真，我们之间早就桥归桥，路归路，彼此毫无瓜葛。就算你把我拖下水，也得不到你想要的。那可未必，他听说你生病了，可是连夜赶到你家里去了。你在监视我？我只不过是约张总和赵总两位老朋友聚聚，恰巧看到。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就算你断我后路，我也不会如你所愿的。那好，既然如此，这个项目前后加起来一共投资1亿，还请林总连本带利尽数奉还。追加的5000万可是有附加条件的，你已经做了你想做的，做人可不要太贪心。可是我们的投资合同里并没有写这些附加条件。李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李总涉嫌盗取757程序数据，现在正在调查中。我倒要看看是我先破产，还是李总先进去。我们法庭见。你给我等着！老板，老板，你没事吧？啊，我送你回家吧。竟然敢威胁我，敬酒不吃吃罚酒。大哥，给瓶胃药呗。我是你保姆啊，搁这要啥药啊？李希薇让你抓我来，是为了换取757的程序数据。又不是让你们杀了我。我要是被穿孔死在这儿，你们什么也都得不到。他自动死，李总死，咱们帮他了。闭嘴！大哥，让你闭嘴。林小姐，既然到了这儿，就没有你说话的权利。把他俩给我绑上。是大哥。林总，既然你觉得林柱这么重要的话，那你就撤销调查，拿757的程序来换。我已经报警了。老板，怎么办？他们不会杀了我们吧？没事的，
他们只是想要七五七的程序数据，那是什么？说来话长，故事开始。闭嘴！你瞧不起我大哥是不是？再说话小心弄死你！老爸，林小姐，要想活命，把我要的东西交出来，不然我也不知道我这位兄弟会做出什么事儿。你们绑我也没有用，我也是被林瑶利用的人，他是不会为了我交出七五七的程序数据的。林小姐，这可由不得你来说呀。敢跟我大哥这么说话，欠嫂子什么？林总，没用的。时间拖得久了，我可不能保证我那帮兄弟会对林柱做出什么事来。我想看到真没事。林总是信不过我。我说了，我对林柱没什么兴趣。只要你带着七五七的程序来还，我保证让他安全回来。林总好好考虑考虑，想好了，带着七五七来找我。查一下林柱手机消失的地点，还有李希薇去过哪里。老子弄死你！三个二带俩三，不要，不要，一对八，没了。你是不是开挂了？爸爸手气这么好，差不多行了。多亏大哥，不然我怎么能起死回生呢？哎，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看着快点，我出去打个电话。哎，吃不吃外卖？我点。底有炸鸡。上来啊！让你好好看着他，你怎么把手机给他了？大哥，你别打他了，我就想点个外卖，但是我手机没电了，没打开。手机呢？大哥，把这收上。大哥，我去个厕所。好。我说，别以为我真不敢动啊！大哥，不至于，不就是个程序吗？林阳，你没事吧？林阳，小柱，我没事。你是小七？干嘛？定位到林小姐所在位置，你先赶去。叶飞，林柱，你没事吧？娘，王八蛋，你又骗我！鬼！小猪，喝牛奶吧。放那儿吧。那你早餐想吃什么？随意。今天口味还喜欢吗？我说林瑶，你每天在我身边晃来晃去，不如花点时间想想怎么把七五七的程序更新一下。不要。小七能干的我都能干，小七不能干的我也能干。你说这个。I'm gonna make you mine.
我已经修复完成，什么时候可以回去陪小柱呢？这，等待指令吧。嗯。